醒醒啊！中午时间了，你不吃东西啊？啊，你在干嘛呢？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你别装死啊！快起来啊！干嘛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情况嘛？啊，早上又打了一晚上麻将啊？我有点感冒了，不想出门。又感冒了啊？头痛。头痛啊，头痛，那你也不能吃药啊，你先怀孕了。我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说叫我煮点粥给你吃吗？煮好了呀，那个什么糖果粥啊，去吃啊，端过来啊。端过来喂你吃好不好？可以。哼，你反做正我现梦在就是吧。个生病的人。生病养一下就过去了嘛，多大点事嘛，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有多烫啊？我看一下，烫死了没有？哎呦，火炉呀，不要把我的手给烫熟了啊！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？去医院也不行啊，那医生也不给你开药啊，去医院干什么？哦，对呀，你也知道啊，这个不开药啊，只能靠你熬喽，熬下喽，熬下就好我快了。气死了，死热的！你看前两天出太阳还穿短袖，你看早上还有又下雨又刮风，就冷死了，真肯是。定啦，穿个短袖开着风扇的，能不感冒吗？这种东西。你说够了吗？臭嘴能不能蹦出句好话？那又不能吃药，那我搞点毛巾给你敷下喽，要不要啊？那我去拿啊。哎，给点毛巾给他敷下吧。那，敷下喽。搞这一坨干嘛？拿来吃吗？你拿着自己搞一下就行了嘛。啊？你搞这一坨，这样子敷啊？还是拿来吃啊？你不会摊开吗？你不会铺平了给我吗？你不会折好给我吗？哦，你敷额头就这样子敷的，一头窝窝上去敷啊？我感觉到是啊？我像发烧了，你倒没发烧，你这个声音比我还要大啊！你就把它摊一下，知道没有？我刚我想刚。问一下，我是个感冒的人，你看他怎么了？你是烧着手了，还是烧什么东西啦？哎呀，摊下就行了嘛。那你看一下是不是？我还来照顾你，还来关心你。如果说你，就扔给你一团毛巾，我就照顾你了。快点，快点给我敷。怎么跟你敷？你把它摊开，你就敷上去，就躺在那里就行了。要多大点事情嘛？啊，这样子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不用你教。有的东西要自己照顾一下自己。我还咳嗽了嘞，我都没人照顾，你知道没有啊？你以为我像你啊？哎呦，我咳嗽睡那边要死不活的，叫你去给我买个药，你还要什么路费？要什么辛苦费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呢，我不需要，我不用你哦，我不用给路费，我好吗？那不就是，所以说你看什么东西呢？还是我这种原配的好，知道没有？哪怕你以后你再找一我个，不要在那里往脸上贴金，你原再。配什么东西？原配，爱我是爱我是吗？听过一句话没有？没听过。爱我的人伤我最深，知道不？你这王八蛋就是那样子的，你赶紧走吧。我怕你记录下啊，以后的话呢，不要说我没有照顾过你，对不对？起码你看我还给你递过毛巾，是吧？很多人跟你说只是表面一套，说话说得好听，你知道没有？骗你呢，知道没？你像这我这人呢，种。也是那嘴皮子，知道不？也是那动着嘴皮子就完事儿的。你这个人好过哪去的，知道吗？你以为你说过那么多话，承诺那么多，你做过哪些呢？我你哪做些我到没哪做？些了？我哪啊？些我都你闭做，嘴吧！我哪些我没做到啊？是吧？要你想吃虾，给你吃虾；你想吃鱼，给你吃鱼，对不对啊？你想啊，对对对，这些呢，别买不起了，就你买得起。买得起跟愿意买是两码事，知道没有啊？这种东西，我是又买得起又愿意买，知道吧？有的人是啊，买得起，但是不我愿想意问一买。下，你敢不愿意买吗？你不愿意买，你就挨打。我跟你讲，你不愿意买。好啦，你也不必要骂我，知道没有啊？你呢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生病了，我很难受，请你出去，不要再让我是吧？让我再生气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的好好头都好要炸了，我好都要更生气。你给我出去！